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乐乎？这是下半句，我要跟你共勉的。死而后已，就是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你做特首要做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。这条路该有多远啊？大家想想，那个是曾荫权高太真坐在那里，你说真的是吧？那个是《论语太白篇》第八篇，全句就是事不可以不谋，危任重而道远，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。整句说话意思就是，我们作为一个即是士人，是吧，你要有恢宏的气度，有刚毅的性格。上半段呢，就是他05年补选特首之后回去大陆的时候呢，温家宝送给他送半句，是吧，就说你要恢宏一点。其实他可能温家宝知道这条谋理呢，就恢宏不足，就刚毅有余，所以就强正励志，是吧，但是就无风度的，小气到不得了的这条友。所以温家宝的事情，不说马克思的人一讲论语很犀利的，不过慢点，但是我有机会打个电话告诉你，你节奏快一点，因为你跟我。